警世的印度预言，斋睇书名，你有咩启示？而家神要加逗号，你就唔好画句号啦。简单啲讲，叫你认命。你同你个仔讲呢啲预言故事，会唔会解释埋个道理俾佢听？听下佢啲意见，细路仔嘅创意系非常劲嘅。开卷今晚11:00，82台 J2。